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回我们的 Henry Stickman Impression，然后今天一样我们分析了 A 选下题，就不看开头，直接开始吧。好，我们这题结束了，那我们剩下那个钩爪枪跟泡泡球，那我们先从泡泡球开始吧。Hey, I've been looking at the numbers here. What do you think? Ah, yes. Let me have a look. Okay. Let's go. Go, go. I'll hold him off. Come on, then. 然后我们这时候有三个选项，第一个就是雷射，第二个就是用椅子驾驶这个飞船是不是？然后第三个就是用火箭。我觉得这个火箭最不合理，所以我就。哦，我大概知道那个枪射到那个左右引擎，然后就开始爆冲。嗯，好 ，OK， 那我们用椅子吧，要半空椅子。天、yeah. ！Everyone, listen up. We've got a security alert. Keep a lookout for a guy with a big plastic ball. No, I'm serious.然后我就弹跳。Hurry up now, activate the doors. 哎，用拳头，拳头，拳头，最不合理。哎呀，好。我想这什么东西？其实我翻译不是到非常正确、啊，所以见谅。Hurry up now, activate the doors. 观众。传送太快，就吓晕了。我等下跟那个。Hurry up now! Activate the doors. 几乎都选错。那个东西，吃东西。来，拿东西。点。我们有三个选项，第一个就是用铁板还是钢板，我不知道。然后这个是用。机械脚，第三个就是用火箭喷射。我觉得火箭喷射最不合理，就是用火箭喷射。No, get away! Now I've got you. 有刀跟溜溜球。我觉得我们使用溜溜球。这什么界面？天啊！那个没有选这个，算了，选这个。这样就挂了！天哪，有点烂。然后获得成就。那，在飞机里面滑翔，因为我觉得最不合理。那我们就滑翔。成功了！天哪 ！Help! Help! 下次再见。Defeat my right hand man. I surrender the airship to you.呀，那直升机直接大胆跳出亨利本名啊！天哪！然后我们有一帮，有一派是政府，然后有一派是那个帽子帮、礼帽帮啊。那为什么会有坦克啊？好吧，选。等一下，这个飞船哪来坦克？天哪！
Oh.下车要先修什么？那个政府常常给我们特色的，就是我们对。好，结束啦。OK， 好。我们对已经全已经有了，那失败我们最后再解吧。那我们有这个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跟老七，第二个就是炸弹，第三个就是泡沫，第四个就是等。我觉得等最不合理的，天，等了之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们就用干扰器。干扰器会让引擎停止。干扰器原来会让引擎停止啊！我的天。那我们用狂炮。哇，一挤就挤入那么多。好，那我们把。这么轻，这么定居，天哪！然后把自己砸死，果然又要选择，还是最靠谱的，四倍速。然后结果他被锁在外面，喝咖啡，然后被锁在外面了。有电梯，还有通风管，我觉得电梯比较快速。啊，结果，结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电梯吗？我觉得比较像一个逃生舱。那用电脑啊，玩游戏玩那么久啊，天哪，都被发现了。你还要再一轮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想啊。通风管吧。看到我吧。好，我们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用飞的，第二个就是用传送器，前三座都是有传送器。第二、第四个就是，第三个就是用糖，第四个就是用魔法铅笔，用魔法铅笔画的。啊，魔法铅笔画这个来蹭在别人的那个地方 ，OK， 好。那我们用这个飞吧。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用魔法，第二个就是用骇路，第三个就是用印表机，第四个就是用魔法手手。我们先用魔法吧。罗得达 ，OK， 那我们要骇路了吧。好，你不是骇客，你不是骇客就不要这样用了。No， 这是笑你啊！等下我看一下，这是双关的。What are you doing？ 哇 ，WATT 就是瓦特嘛，然后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OHM 就是欧姆。定律的那个欧姆，好，反正就是国通理化科的东西。我觉得进来还会知道这个东西，天哪！我硬表皮吧。
那好像是我国小孩还会画的作品。黄宝石在眼前，要用什么方式来拿它呢？那么就用这个爪子手。那只爪子手真的不够不好控制啊！管好你的鸟，我说爪子。OK。嗯，这个缩小器，它真的缩小。哇，被发现了。What's going on? Looks like he set off some sort of alarm in the vault. What? He's going rogue? All right, move to Plan B. Cone reinforcements and move in. Yeah, this is Jeffrey. I got him right here, so you guys don't need to worry.来吃鸡了。我们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用乌龟的龟壳，然后第二个就是用装甲，第三个用雨伞，第四个用瓦斯吗？那我先换一下。Wilson, we'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We've got chaos at our front doorstep. We're not built to deal with this, man. Go, evacuate everyone. I can take care of this. 好，我们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一个光碟片嘛，那我们用 DBE 这个东西哈。黑洞，黑洞。Goodbye。OK， 好 ，fail， 这个坐车没有什么概念啊，看到都会哭了。然后我刚是蓝帽子，可能我按到一个左下角，应该是。天哪，忘记了。Arrow 就是这个东西有错误，然后在 C 槽的问题档案，然后对一些东西，那么用 Photo， Now forget about it. We've got to retreat, or else the Topic Clan will be history. Orders, Captain. Let him go. What? We got what we came for. He's not worth the trouble.所以政府已经不理我们，那个地方，政府可以。OK， 还有一个结局啊，那我找一下，找一下。那我们利用这个吧。
好吧，应该不止一个，那也不是，哦，找到了这个，应该这个吧。哦，有一个是帮助政府，然后我们现在帮助这个礼貌帮吧。那有火箭，那个用火箭，哎，火箭。啊，飞机迫降。那个他们对我们开火，然后政府也不甘示弱，直接开火回去，然后飞机又坠毁。OK，好，那我们试试看这个甲板，来骗。You think they're all right? Pretty big fall. I'm sure Henry had a plan. What is it? OK，好，我们已经有了礼貌帮这个飞船，然后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先把失败全部都补一补。这里有个镭射，然后往后喷呐、啊，天呐、啊，然后再解释什么东西？牛顿第三定律吗？应该是，好吧。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兴趣。那还有个比较，冲啊！Gonna go fast，OK，、okay. 好，刚刚是不是出了 bug？有两个，同时有两个失败进来，都是三，不要，好，被抓了，哇，Let's think cross。OK，这个还会动，天哪！这个还可以动，还是被压吧。OK，使用这个东西，Hurry up now, activate the doors。等这个小腿，OK，这个就是，然后还是撞到了，天哪！OK，不要那么快嘛，对不对？然后这一次就过了，是不是？然后他这个铁板直接把飞机凹弯。OK，然后这个机械脚。这么准啊！天哪，刚好落在旁边了。好，那我们这里有六个石板，天哪！然后这里有一个刀，那我们试试看刀好了。成功！逃脱成功了呢，也同时解脱成功。那我们还是这个先等一下再解，那我们先回去吧。那我们来一次看看。那我们一扣210。他使用一大百，好吧，他去。OK，好的，那我们使用悠悠。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卡，非常让你吃电脑效果，然后非常卡住。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嘛，然后我们使用。
其实东西这个东西我也是看不懂，来解释解释什么东西。一样使用刀，然后再解锁一个蛋。哎，这是什么？刚刚说这边有六个失败，然后接着三个，其实都一样。那我们先六个，你这个五次就过了，那我们是药，鸡腿药，然后你的腿就爆炸了。对，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就是飞行姐，然后加。飞行鞋，飞行鞋使用指南 ，OK。那我们就这里还有吗？那个降落伞。好，帮主被抛弃哦。奶油手 ，Butterfly，Butterfinger。然后这里，对，我们使用传送器吧。要传送到哪里去？好哦，传送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天哪！那我们使用这个。哦天！天！啊！这里还有一个没尝试到的东西。是在笑啊，看着你装逼啊，你看起来像个智障啊。OK， 看得出来。没有，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没抢，先拿到枪啊，然后把红宝石丢在外面去了。好，然后这里已经选对了，我们选飞机，然后被打，然后就飞向外面去了。这是什么计划？机很赞，那么使用雨伞。然后起飞，然后卷到螺旋桨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哦，放烟火喽！天哪！好，这个东西其实我不想解，这个解到有点烂掉了。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那最后一张是我们的 Freedom Company，